公车司机。我是公车司机。啊，他是？他是车祸的。哦。你说为什么要打架？对，我公司交代我们第一个责任是不是要先指挥交通，看有没有人受伤，啊，来做处理。看我指挥交通，他就不高兴了嘛，然后他就知道我跟他大小声嘛。他人站在旁边，我也没撞到他。领导，杨哥，他就在那边我车窗开一个缝，他就在那边喊说：“滚一边啦，滚一边啦！”哦，人家再切不过去了，哦，讲话客气一点嘛。不一边啦，啊，谁没火气？哎，要告就告啦。我跟他刚才在那个线没有违规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哎，管那么多啊！我们停在那里，你过来拍我们无照就算了，现在要管我手抖，不知道是有多缺业绩啊。我跟他刚才在那个线没有违规，关你什么事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大侠派出所警员，什么？你叫什么啊？手不要抖，拜托手不要抖，扶好，拜托。关你什么事啊？哎，管那么多啊！我们停在那里，你过来拍我们无照就算了，现在要管我手抖。哎，随便你，随便你，随便你，要开随便你。刚才我们在这里停红灯啊，我们没怎样啊，然后过来要开我们无照，不知道是有多缺业绩啊。